我哋日常生活中所享用嘅食物，有八成系加工食物。 呢啲食物由農場嚟到我哋餐台上邊，已經經過工廠同化驗室，用化學附加劑將啲食物調味同埋染色。我認為過去嗰10年至15年嘅變化咧，係比起過往嗰100年快咗好多嘅。以目前嘅情形咧，就係普遍嘅英國人都會遠離食物嘅產地，以致我哋對於食物裏邊加咗啲乜嘢啊，或者係點樣製成啊？ 呢方面都係冇咩認識嘅。至於製造食物嘅工廠裏邊咧，最近係大量採用非常之先進嘅科技，同埋增加機器嘅操作嘅。特別佢哋裏邊咧係用咗一啲人工嘅調味、色素同埋各種唔同嘅附加劑添。人類已經有多種唔同嘅化學品嘅啦，譬如鹽就係一個好嘅例子。 佢哋為咗要長久儲存食物，就會利用附加劑去令到一啲食物保存得耐啲，同埋好睇一啲，已經係一件好普遍嘅事嚟㗎啦。但係最近令到我好擔心嘅咧，就係一啲製造商啊，開始用一啲化學品加入去食物之中，以作為另一啲用途嘅。我係指例如啊，好多人做色素啦，同埋味道啦，都係用嚟掩飾產品嘅本來味道嘅。嗱，我哋而家就以蛋糕粉為例。 而家大家咧都好容易會買到一啲蛋糕粉嘅，而事實上大部分嘅蛋糕粉咧係完全冇蛋喺裏邊嘅噃，但係佢哋仍然都係黃色，所以啲製造商所做嘅事咧就係將配方裏邊嗰種最貴嘅材料唔要，而呢一種咧就係雞蛋啦，佢哋再加翻一啲非常非常之平嘅嘢落去就係黃色素啦。製造商又用附加劑去製造新產品。 同時改變一啲基本嘅成分，令到產品睇起上嚟好吸引。咁我哋就會買多啲，又會付出更多代價。呢啲做生意嘅叫做附加值。附加值咧，其實無形中就減低咗營養嘅作用嘅噃。因為當我哋將啲薯仔變做薯片嘅時候，我哋係需要用到好多機器同埋人手嘅，其實即係大量加工啦。佢哋為咗要保養一啲機器，而令到啲機器不停咁樣運作。 仲有一啲喺生產線上面工作嘅工人，其實呢啲全部都係附加值嚟嘅。但係呢啲係經濟嘅價值，而所損失嘅咧就係營養嘅價值。裏邊係包括咗大量嘅薯仔同埋薯仔裏邊嘅維他命 C， 而增加咗嘅就係一啲油、味道同埋鹽。要製造1噸重嘅薯片，製造商需要價值300萬英磅嘅薯仔。 製造成嘅薯片就可以賣到5000英磅一噸，所以本來只值1便士嘅3薯仔就變成1包價值12個便士嘅薯片。而家有一新系列嘅薯類小食，製造商利用附加劑同機器就可以將一啲以前佢哋會棄之不用嘅產品部分去製造一啲新產品出嚟。顯然附加劑大大改變咗我哋嘅食物。 咁對我哋有咩影響呢？而家有3500種嘅附加劑被認可用於食物之中，我哋應唔應該擔心呢？當然應該啦。事實上咧，我認為而家嘅情形咧就好似人類係實驗動物一樣，我哋不斷食大量嘅化學品，就好似咧係做緊大規模嘅實驗一樣。因為冇受到嚴格嘅管制，如果呢啲化學品有害，我哋都不得而知啦。嗱，我而家俾一啲數目你。 你咧只要重複咁樣讀就得啦。雲信對於一啲有橙咁嘅顏色嘅色素劑好敏感，經過幾星期冇食，佢就一啲事都冇。而家佢再翻嚟接受試驗，方法就係將少量嘅色素劑注射入佢嘅手臂，份量係1啖嘅橙汁，仲要少啲。1小時之內，佢就變得好活躍同埋好有攻擊性。 唔該，你乖乖地坐低啦。你對佢講啲嘢咧，佢就會變得好激動。你唔可以對佢話唔好咁做啊咁樣，因為佢嘅脾氣會變得好急躁嘅。如果佢家姐做咗一啲佢唔中意嘅事咧，佢就會即刻打佢家姐，而且好用力添。佢唔係話好細力咁樣打，會好大力咁樣打。你知啦，因為佢唔明白嘅，因為佢唔似得一個正常嘅小孩子咁樣。 我哋發覺大部分對於食物敏感嘅病人咧，都係對於一啲加入食物之中嘅附加劑有過敏嘅反應嘅，特別係嗰啲色素劑添，編號咧就係 E102，尤其是對於小童嚟講咧，損害就更加大。
好多小孩子患有偏头痛的成因都是因为这样，而且还会令到他们情绪起变化和行为受到骚扰，都挺严重下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极之普遍的问题来的。事实上官方发表的数字和一个医生日常诊断所遇到的病例的数字其实是很有出入的，这种情形很多人都会看到的。约翰今年三岁，他是来再接受试验，因为他对几种附加剂都有过敏的反应的。那我滴一滴入你的口里面，含住他、哦。二十分钟之后，约翰已经是不省人事了。我看他又不像是因为累才这样睡吧。他通常不是这样睡的。你或者不相信原来连人奶都有影响的吧。他不是这样睡的，我们都不知道究竟为什么。由他出世一直到十八个月大，我看他都没有哪一晚是好好地这样睡过。不过我们都习惯了，因为他睡得并不安宁，他在床上面辗转反侧，我看大约到了十八个月左右就变成这样。真的很心痛啊，因为最终我们真的不知道他究竟有什么不舒服的。他只有十八个月大，但是就没试过很安宁这样的。我们只是不断地想，究竟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有事呢，抑或是他自己本身有事呢？我们都很怀疑。他身体大部分都出现了一些疹，由他出世开始就一直都有吐泻，而且都未曾怎样说好过。而且他异常活跃，还有行为有时候令人很难容忍，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很多时候经常肠胃不适、吐泻、普通发烧和一些肠胃引起的病痛，其中有些病是跟食物有关的，一些有大量附加剂的食品或者是经常大量加工的食品，这些食物同样会引致经常流鼻涕、打乞嗤，经常都会感冒。有些人就患有哮喘，哮喘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病，要接受哮喘治疗的人士是十分多的，同时药费很昂贵。我个人很相信是跟食物很有关系，而并非是跟吸入的空气有关的，因为在冬天我们所吸入的空气不会怎样引致不适的。很多时候容易有哮喘的人是因为由于食物令到他们有哮喘，而很多人有行为上的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去看。有些人会说是跟社会所造成的，有些人会说是由于居住环境差和工作方面的因素，总之有很多说法。事实上有很多个别的病例都显示出，如果从食物方面着手，不要吃那么多附加剂的话，他们的情况是会有很大的改善的。这点是我很肯定，而且呢，是我的中病人有什么不同？我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就因为这样才令人很难接受的。一些只是注重理论的医学界人士所讲话，这点呢是未经证实，这个这样的讲法，事实上一个行医的医生都会看得出，病人在改变他们的食物之后，症状有明显的改变，这点显然是跟改变食物有很大的关系的。如果你夠膽做，或者是出於意外將有附加劑的食品再給那些病人吃，那些病人又會有那些症狀了。但是如果撤銷那些附加劑，而病人的症狀又退回了，那就可以足夠證明了。雖然不可以將這一點變成科學上的證據，但是我行醫這麼多年，這些經驗是絕對不能夠抹殺的。很多只是講理論的醫生，他們很多理論，但是我不會接受這些只講理論的醫生的。我不會說這些只是會影響很少人的講法，他們的講法我絕對不會接受。很多家庭都發現附加劑對兒童有影響，當他們由兒童的食物中撤銷這些附加劑，影響很明顯就消失了。事實上是學校方面首先留意到的，他們很多時候在協調方面都是很差下的，但是沒有吃到有附加劑的東西幾天而已。他們的先生就說他可以跳遠，他以前從來都沒有能力跳遠的，他逐漸很全面性地有所改善，他現在好了很多了。我們現在都不吃那些有附加劑的食物了。在他十八個月大的時候，我們完全都不吃那些牛奶的產品，同時我們又聽到這個梵高食療，於是我就完全不吃那些有人造色素和有防腐劑的食品。
我哋咧醫足呢一個食療，唔使三日啫，佢身上面嘅疹差唔多都退曬啦，佢變得平靜好多，而且咧真正可以瞓得著。但我唔知道佢成晚係唔係都安睡啊，但係大部分嘅時間都會係，而佢嘅腸胃都好翻好多，我哋真係難以置信。我有一種感覺，我認為有好多年都失去咗佢，因為嗰個並唔係真正嘅佢。佢嗰陣時正在成長，喺嗰段時間裏邊，佢並唔係真正嘅允信。而家我先至知道，其實佢係一個好乖嘅男仔嚟。但係有兩三年嘅時間，我真係想將佢俾咗個垃圾佬嘅。你都唔知啊，當時嚟講咧，佢真係好多人驚嘅。但係而家我再見到佢好似兩三歲嘅時候咁乖。我又覺得好難過，因為嗰段日子已經過去咗。但係我認為我哋都算幸運啦。我哋而家都話知道我哋個仔有咩唔妥啊，但係實際上有好多父母而家都喺度受緊苦噶，因為佢哋根本唔明白佢哋嘅仔女究竟有咩唔妥。附加劑已經存在咗喺好多食物之中。事實上，有啲附加劑係被法例禁止用於特別為嬰兒同兒童而設嘅食物中。但到幾時啲兒童先至唔受到傷害呢？